人气模特杨峥、周秀娜、Aileen 以及 Jocelyn Luko 等人出席艺术品味旅行箱展览，并为创意旅行箱走秀。什么是选对？那是精彩什么点啊？近日凭性感人气急升，人红是非多，加之日前在动漫节上出抱枕照片，惹来不少争议。此前就有戴梦梦直言周秀娜为抢版面不用那么搏命，并且很替周秀娜男友不值。对这一系列是非，周秀娜直接回应称生意不好做，应该是又爱又恨吧。不过希望那些大哥们高抬贵手啊，这个因为真的生意真的很难做。不过我相信这个是会有分别的，当然是会有一点点不开心。 Aileen 无论从身材还是长相上都是一堆嫩模中拿得出手的，日前沸沸扬扬的对嫩模的争议以及陈若兰遭遇的非礼事件， Aileen 却表示有粉丝的支持，自己不会担心被骚扰。其实有他们在，我也不担心那些会被人家骚扰的情况发生的。那因为除了他们以外，那工作的同事也很保护我们。那我希望这些东西不会在我身上发生，然后也不会在其他的女生身上发生了。